从三垒呢回到本垒得分11-0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外野方向，打得相当深远，这个球过去了，好不容易没剩两位跑者，所以制造了有3个打点。今天到目前为止，林奕泉已经打了有7个打点了。哇，今天林奕泉打点大爆炸，已经超越了高国倩的比赛，5局还没有打完呢、他已经累计了有35个打点了，超越了今天没有比赛的高国庆，14-0。哇，这场比赛牛队真的把前面10天没有比赛，好像是对雨神的愤怒哦，发泄到这场比赛，可以说是打击大爆发了啊！第一局、第二局过了以后，整个手感完全找回来。3分打点的全垒打，现在比数变成14-0。再来看这个球，这个球真的是过去蛮远的，大号的全垒打，几乎就是肩膀的高度的一个直球了。